玩呢个特集，时间3:17。即系翻半日，喺今朝就转咗课室，喺四 E 班隔篱，六 boy 班副室，因为冇冷气机，即系冷气机跪低咗，我哋要班课，于是转六 boy 班副室。即系睇话，听日睇听日都系，听日都系方式上课室都系。我記得喺之前踩單，唔係記得之前應該係5月20日由錦上路行翻去天水圍嗰陣時，應該係行到去元朗西鐵站附近，見到有個細路仔踩單車，即係咁啱前方有一個踩單車人士，前方踩單車嗰個人咧，因為踩得太快，所以搞到個人失控，撞咗埋個嗰個柱嗰度，即係嗰啲膠柱咁嚟喎。喂，佢嗰架爆玩啊！撞到個膠柱嗰度，然之後佢鬧佢，然之後佢咁啱我喺佢隔離，佢見到我，跟住鬧埋我份。我心諗關我咩事咧？我又唔係踩單車嘅，教學課冇。我话放冇行人路，都系天桥咁样行单车劲嘅。我心谂佢连我都烂埋，戆鸠啊！实话，即系咩仲行人路，跟住走咗。我心谂你后勤度托诊啊，又咪屙屎啊佢，我闹鸠埋戆鸠啫。今日已經係第14日，亦都可以話好多地區都亦都創咗最高嘅33度，特別係大埔錄得38.1度，而好多地區錄到37度都已經錄到，即係已經超過33度已經係14日裏邊。即係喺英文堂講呢個咩 oral， 講 oral 局。講到我瞓覺瞓足50分鐘，佢講咩 YouTuber 到底有啲咩做？好簡單拍片，第二鬧人都唔算一個拍片嚟做嘅嘢。教學課我都冇鬧人啦，已經。跟住佢話壞處就係會 YouTuber 令你沉迷，我心諗一句：做 YouTuber 點解令到我沉迷？即只要玩呢個無上彈夾 server， 甚至係 battle 1無限子彈嘅 server， 一定有個秘訣嘅玩呢、這個玩呢啲。如果見到有人，一定有個秘訣。見到一個人對住嘅，我做 sniper， 帶嘅永遠就係一支比較高效率嘅槍，包括就係 GYM95， 總之係。好似螺絲 MP3，
帶的 配備你可以帶，即是信號槍一定不少的回索炸彈，另外一樣就是衝擊手榴彈。師奶不去扯旗不是很簡單，我自己不扯旗，他自己扯旗我一定知道他在哪，因為如果扯旗一定暴露了自己的地點，所以我呢在他重新的地方監視住他先，然後跟住他。正如之前樣，我殺這個 I love Sabi 我是不扯旗，是這樣監視住他在哪，因為就 fly 可以很方便，隨時知道他在哪。甚至是我是扮看不到他，真的很奸啊，他這手法如果穩住他。已經辛苦才升到這141，在星期四舉行這個警方的講座，特別有一件事就是要我們不要衝馬路。既然你說學生不可以衝馬路，不過實際上我見到有很多學生，甚至我真的沒有見過一個學生是衝紅燈，起碼只有我衝紅燈。至於因為你心急或者是急事，你說學生不要衝紅燈，那我都見過 Miss 都衝紅燈，警察都是衝紅燈，即是衝紅燈都是主要你看有沒有警察在這裡，沒有警察你不敢衝。還有我第一次衝馬路的時候，我看到警察在這裡，那些混蛋馬上跑快一點。教育科我沒有帶身份證去查的話， 你可以不用怕，因為你16歲以下的可以不用帶身份證，不過你16歲之後就一定要帶，不帶就被人拉差館。我上次應該是在去年好像4月5日，2017年4月5日咁啱跑步跑翻回嚟咧，先係撞俾喺應該係北江嗰度撞到翁少細翁少翁少嘅細佬同埋佢個 friend。他好像外國 friend 嚟嗰，見到隨地吐痰，呢好像被差佬見到之後咧，俾十幾個警察喺佢隔離問話，跟住咁啱我撞到我 friend， 跟然之後我就同佢講，就喺個網站嗰度寫低咩翁少唔係細翁少，佢名字個個都知道，好出名嘅翁少爺。我應該公開到個名出嚟。呢個翁少咧，俾差佬同埋佢嘅 friend 俾差佬問話咧，可以人哋都係叫抵死，好簡單。自己之前違規過馬路，跟住又喺個隨地吐痰，跟住做埋啲陰質嘢。
我上我好似之前以前喺 IG 見到咧，好似中少啲 friend， 因為唔知剛犯咗乜嘢罪行，啲嘢要上庭坐監。咁啱我都喺 IG 見到另外一個我嘅前 brother， 又話咩上庭咩，大家唔使擔心我，唔知做咗啲咩事。咪做啲咩陰質事啊？例如你偷嘢嘅，偷嘢周圍賣，周圍你好似嗰啲人咁樣粗口賣油，咁樣都好易俾人拉嘅。所以話佢哋，所以話唔好做呢啲嘢，犯法嘅。買毒，你藏下毒品同買毒品都好犯法。你未夠十八歲飲酒都犯法。因為很多餐廳都講明18歲以下人士不准飲酒，亦都禁止18歲以下人士禁止食煙。之前好似以前聽到嘅話，有一班人喺卡拉 OK 度食煙飲酒，之後尾有人報串，嗰班人俾訓導處鬧，跟住罰。